给我把钱拿出来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让我给你把钱拿出来吗？我说的是拿你的钱。爹，这就是你的钱啊？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爹，这不是我的，就是你的呀。好，那拿我的钱，这下子听懂了吧？听懂了呀，这不就是你的吗？啊，你是白痴吗？我说的是把你自己的钱拿出来。哦，你早说嘛，我没钱。你没钱在这瞎啰嗦什么？但是你可以借给我呀，你借给我了，我不就有钱了吗？也是，那你想借多少？那你想借多少？三千吧。那就借五千吧。我说的是三千。对呀，我说的是五千啊，反正都是借嘛，大不了我再给你加一千，让你借我四千，这总行了吧？四千，太好了，这才今天的 KPI 就给全好完成了。等一下，不对不对，咱俩非亲非故的，我凭什么要借钱给你啊？谁说非亲非故了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打劫的。我是干什么的？被打劫的。那我是不是你的衣食父母？是啊，既然我是你的衣食父母，那父母问你借点钱，你好意思不借吗？不好意思。那不就对了？哦，对对对，那给你钱。那这四千给你，太好了，大哥，你是老人呐！我告诉你个秘密吧，刚才我看你手机摔坏了，我推荐你把它卖到最近网上很火的壮壮 APP， 他们家回收旧手机价格很高，每台很好的华为手机都卖2000多，而且还有人免费上门修护，我在家就把手机给卖了，感觉真的很赚。还有这好事呢？对呀，我那五千就是这么来的。行，那我回头也去看看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太好了，我今天第一天出来打劫就借了四千，加上我之前的五千，我借9000了。我去！我出来打个劫，怎么还能赔了呢？哎呦我的妈！